谁呀？阿姨，哎呀，小乐，你怎么来了？工哥给我打电话说疫情回不来，他让我给我的地址，说让我来照顾你个姥姥。哎呀，是吗？太好了！哎呀，快进来。哎，吃饭了吗？吃完了，阿姨。哎，得换这鞋，都哎，对，换这鞋就行。行。哎，外头可冷了，是吧？啊，挺好的，快进屋，快进屋。好。哎呀，外头可冷了。妈，这是小乐。小乐，这是姥，这是姥姥。哎，姥姥你好。你好。是小姑娘女朋友，不是阿姨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我是保姆，你看是吧？保姆啊，来坐一会儿啊。啥保姆？这是女朋友。哎呀，我小外甥挺孝顺的啊，公哥人可好了。哎呀，雇个保姆，嗯，很优秀的女孩，嗯。雇保姆多少钱呢？3000一个月啊。3000块钱雇个保姆，家里什么活3000块钱雇保姆啊？啥保姆？他是女朋友，干啥活用你干？我不用，这是女朋友，说是保姆就女朋友。我们都签那个就是协议了，姥姥，你就让我照顾你吧，我照顾人照顾可好了。那在这儿吧，他是女朋友，不是保姆，在这儿吧。哎，